我们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干就完了，似乎是说我们通过干事情去赚取到钱，然后钱就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面对的问题。那我们当下会面对什么问题？我们情绪的问题，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能钱能解决我们孩子教育的问题，我们觉得有了钱可以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给他更好的教育，给他好的衣食住行，所以有了钱可以解决我们的婚姻的问题，让我们的婚姻变得更和谐，更加的健康，可以解决我们健康的问题。我们有了钱才有可能有一天我们生病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来去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其实本质上来说，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钱能够解决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问题。当然钱确实是这个世界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如果我们再去工作，再去挣钱，再去做生意的时候，去奔赴挣钱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阻碍，或者说在未来的不久，这个阻碍要素会发展成限制我们去赚钱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个阻碍，那我们忽略这种阻碍，不去考虑这种阻碍，而拿那个结果说钱能解决一些问题，我努力去赚钱拿到这个万能钥匙就可以了，对吗？我们是这样的底层一个逻辑，对吗？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一些遗憾，当一个人拼命的去努力的时候，可是他发现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要花非常多的钱去解决自己身体问题，可能最后他的生命也就没有办法能够长存。今天早上想到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所有的那些帝王将相，他们没有钱吗？他们没有资源吗？那在古代那一个时代，那些帝王有几个能够长命百岁？每个大臣都说皇上万岁万万岁，千岁千岁千千岁，百岁百百岁，可是有几个帝王？可是历史上有多少帝王真的能够活超过一百岁？反而在民间这些普通的人倒是有不少，自古以来倒是有不少能够真正的长命百岁。在纵观现在，如果说古代没有好的医疗技术，没有好的知识水平，相对现在比较低，那现在来说我们有现在的高科技，我们有超级计算机，我们能够探索月球，甚至是往火星发射探测机器人。那在今天这个时代，相对来说科技比较发达，医疗比较发达，各种知识都相对古代发达了不知道多少倍的这样一个现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下的那些富人，真正能够长命百岁的又有几个？也就是说我们干就完了所获得的结果，有很多有钱人他们其实已经拿到我们干就完了追求的结果，可是我们发现依然有很多这种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有了很多的钱，可是依然他们干就完了这个结果没有能够带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结果。那干就完了是不是意味着干就完了这句话是有一些逻辑的漏洞？我想干就完了这句话是对我们人类复杂问题的一个简单化的概括，它忽略了我们每个人出生家庭的不同，境遇的不同，基因的不同，遭遇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能力的不同，身体状况的不同，而得出的一个草率的方案。所以我并不完全赞同干就完了这句话，我只是觉得干就完了只是你众多选项当中的一个选项，就是你要照顾好你的其他的方面，首先照顾好你的身体，照顾好你的情绪，最起码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情况下你再去干。我们不能为了手段，我们不能为了工具而舍掉使用工具的人，我们不能为了钱而把自己的健康给忽略掉，所以这就是我对干就完了这句话的理解，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